好，这个技巧能够撇到。然后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我被这个牛仔搞成像白痴一样。这构思我折回手。等钩子好，哇，直接打，好。这里还可以打一刀机械，好，这娃娃也可以打掉。可是我好像没有打，不打也行。然后这钩，哇！然后我不相信这牛仔啊，我就不放，哎，结果就被勾走，第一次，哎。这也是一些勾牛仔打一刀，不然这祭司走不了。打一刀。然后这牛仔又躲一次钩，然后想说那算了，我就不信你这里还够得到，好，我当下打的想法就是这样，钩子刚好好，还行，打一刀，然后这次我知道这个牛仔很厉害，所以走三步发一下。我终于选择放下，然后再把这个牛仔给解决掉，再挂。贼喘，交互币。看起来还是想把这台给修开。那我只好先把这个包住。直接勾一下，打一刀。哎呦，这个打没打到。直接打右边，牛仔先不管，不是牛仔先管，看能不能抓他。
打一刀。然后开到 GS。好，游戏结束。接下来打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。已经被这牛仔有点吓到了。好，还结实在那个位置。那这里只有一只牛仔哦。打一刀，直接回传。牛仔没有直播。然后去找机械。